早餐一百日，第十三日。早晨，大家好，我今日的早餐就是这只荞面粉丝，在淘宝买的。它的成分有荞麦粉、小麦粉、木薯粉、豌豆粉、水、植物油。因为雪柜有很多食材啊，所以今天要清咗佢哋先。金针菇、椰菜、杂豆、西兰花，仲有芫茜。水滚啦，放啲粉丝落去。呢啲粉丝佢嘅口感同米线差唔多嘅。头先已经系录紧啲西兰花同埋椰菜啦，而家落埋啲杂豆，落埋啲金菇落去，再录佢一阵间就有得食啦。好，一阵间见。呢份就系我今日嘅早餐啦。雜菜荞麵粉絲。好啦，我開始食嘢啦，祝各位 happy 每一日，拜拜。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啊。